们北斗国小创校120周年艺术快闪，异响北斗，让北斗小镇响起来。今天来到电南宫进行我们这一场盛大的一个活动，那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各位乡亲的一个莅临哦，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更增添万分的光彩。那北斗国小今年创校120周年，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今天的艺术快闪也是我们的活动之一。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走出社区，走进街头巷尾，走到庙前广场，把我们北斗国小的音乐特色的能量释放出来，让我们的北斗乡亲感受到我们北斗国小的活力跟热情以及我们的魅力。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为我们捧场，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电安宫主委陈在主委以及管理委员会给我们北斗国小最大的协助跟支持。那我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的一个嘉宾。首先介绍这个双脚走不停哦，一直跟我们有很好的感情的我们的前立委郑汝芬，郑立委，欢迎立委，郑立委好。好，我们电安宫的主委陈在，陈主委，欢迎陈在主委好。好，我们的现任家长会长王怡桦，王会长，会长好。我们卫生所的主任委员林淑珍，林主委，林主委好。好，我们这个北斗国小的杰出校友，也是县长墨宝的携手哈，我们的林慧芬，林主任，林主任好。好，我们彰化县家长协会理事长，联合会的前理事长，也是我们家长会的副会长，这个林立新，林总经理，林理事长，林总经理好。好，再来介绍北斗国中的李碧瑶，李校长，李校长好。好，我们电灯工的副主委，这个刚好没听到，王志聪，黄局长，黄副主委，黄副主委好。好，我们的电工陈，陈国长，陈执行长，陈执行长好。好，在我们在地议员，也是我们北斗国小的家长哦，很关心我们北斗国小的，李耀成，李议员。好，我们节目今天非常的精彩哈，那校长的致辞就到这边，那我们邀请我们的郑立伟来为我们的小朋友北斗国小祝福，掌声欢迎我们的郑立伟。谢谢我们的林校长，那林校长带领我们所有的老师，尊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所有家长今天也来为我们120周年这样的一个校庆来暖身刚好在电安公司的边屋顶我们陈主委非常的用心特别邀请我们这些地方在地的我们的学子来共襄盛举让他们这一个表演的舞台所以他这个艺术快闪在街头这样那校长所讲的让我们这些学生走入各大街小巷走入这个街头，走进我们的庙宇来为我们的小朋友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那今天来的所有长官贵宾也非常的多，那我们林明熙我们的会长我们的林主任林林淑珍我们的王会长我们的校长陈在陈主委李碧瑶李校长我们的王志忠里长我们的陈执行长我们在地最优秀的我们的李浩成李毅演还有在座的所有好朋友在这里共襄盛举，让我们这个假日增添了很多的活泼气氛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在这里恭贺我们今天我们北斗国小这样艺术快闪在我们北斗电安宫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郑立伟对我们的勉励。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陈在陈主委接起地主来请他为我们北斗国小祝福，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在陈主委。谢谢北斗国小林校长跟陈郑立伟以及咱家长会长跟咱的大名以及咱李校长跟咱副主委局长李议员都有咱北斗电安宫的这个团队咱的上甘万在前咱的议员都是在前
参加啦吼。啊，各位这中华大家的学生哦，大家好。今日咱紫薇好，国小哦，庆祝一百二十周年的这个校庆哦，非常这个老人非常有这个艺术快闪这有这意义哦，会当带动咱报道的这个这个人的老人啦吼，啊教育方面哦，拢对咱这个。都很真好吼，啊！咱看到电台中哦，非常欢迎吼，咱有电有要做啥物活动哦，都会当来咱看到电台中吼来做这活动，这是咱看到使用中心。啊，若要讲咱大型的吼，咱对面吼几百公尺有一个做大型的吼，诶，这个活动嘛，拢会当哦，大家来这个教养吼，这非常欢迎啦吼。啊，过来哦，拜托咱有这个。各点意思吼，啊，会当来咱电台中吼，那有啥物无好的所在吼，来甲咱这个建议，我拢会当接受啦吼。咱这个在做多少这个创意吼，哦，参阿在主任啦吼，阿在非常用心，之前就是筹备啦吼，啊，非常好啦吼，啊，再来讲祝咱这个学生吼，学业顺利吼，啊，平安顺心，感谢谢谢。谢谢陈志伟的勉励，感谢天安宫提供我们这么好的表演场地。好，我们谢谢陈志伟哈。那我们在场的几位贵宾哈，所以节目很精彩，所以他们自此就要省下来。谢谢李耀成议员，也谢谢我们林夕理事长哈，还有谢谢我们的王会长。那我们还有大概有三个精彩的节目，等一下会有一个神秘嘉宾，超高水准的现代的什么一个演奏家哈，也莅临到我们现场，我们拭目以待。